咱的朋友吼，带囡仔吼，带来朋友咱多家来收听，会当到来咱的头前家来做参考。我们到主播台前面这边，在主播台前面加休蛋节哦，蛋蛋的整个多家地标一甩，咱在囡仔来做收听，给他们多平安哦。所以咱这个聚会囡仔的现场，咱就安排咱整个多家的来交标的。这当时抓的，咱才会有那好朋友来收听啊，最盖。来，咱今天的主播台到一家。有没有其他好朋友哦？拜一拜一拜一哦！我们来排两行队伍，来拜一桌哦！这是其他的好朋友，大家在对号拜一桌啊！来，继续对决啊！我们今天会绕场圈，我会绕场圈，所以你们过去一点，看他们是不是会。
那你们在这边用啊，这边在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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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边在
来，我们绕场一圈，麻烦你后边舞台下后边边的啦，麻烦你的外小摆的啦，红灯箱的后边一个啦哈。我们绕场一圈，麻烦你后边舞台下后边边的啦，麻烦你那边那边走左边拐弯去，要圆一圈，不要走直的，哎，弯一圈，麻烦麻烦一个，麻烦一个。 来，今天咱这上播啊，真是的，有事没来，我来上播架，我来咱收听最爽的吼，你等下跟咱主播台头去，来这排队吼，咱可以在直播架，哦，我们大家跟咱家属的上播来来做收听。 大家欢迎来，大家跟新兵的伙伴们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
咱先为咱自己保障今年的主会了呢，赶快都继续咱今年的团队非常的多，哦，也邀请我们现场那些真心的朋友，来跟咱的粉丝的礼物，来参加咱的演技，来跟咱很融洽，所以咱的给你团队，而且咱的做演出，而且咱的真心的礼物，咱来跟舞台上请假，我们这边有位置可以就坐。来，阿平有没有20位小朋友？我们要征求20位，那那那那，哦，有没有家长？哦，家长有想让那小朋友哦来这边做演出的，来可以带到我们主播台前方这边。善良团结的